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铺这个地板的全过程，这个活算是整个露台改造的最大工程之一了。只算地板的话，材料钱花了将近2000，面积22个平方左右。这边是我前面已经铺的一部分，剩了一些材料，把这边汽水池子剩下的杂物清理干净，然后第一步就是开始打龙骨。打龙骨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利用这个水平仪找平，确定位置好后把这个标记做上。我发现这个玩意太好玩了。小白，你看这啥？等四周的点位都确定好以后，就可以把龙骨一根根固定了。这个工序太费时间了。等我把全部龙骨都做完，还没来得及铺地板，天已经变了。然后就有了大家前两天看到的那场大雪，施工被迫暂停。毕竟是秋天的雪，天一晴，说话就好了。抓紧时间接着干。期间我又去了一趟建材市场。几根板子又是从一楼扛到7楼，简直了！啊，累死了！把这些板子从6楼扛上来，我累死了，休息一会儿。所以，如果大家有看到我的这个视频，也想买个带露台的房子，我劝大家一定要买一个带电梯的，或者请人坐也可以。但是那样好像就少了很多乐趣。我这个露台已经搞了大半年了，你看现在才开始铺地板，但是对比一开始。它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大的改造已经初步成型，剩下就是慢慢完善了。这也全是靠我周末或下班时间干，所以经常会干很多。其实这段时间没有用到这方面，也会被追剧啊、刷手机耗费掉。所以如果大家有想法，一定要行动起来，慢慢去做，总会看到成效。地面改造基本完成，露台改造又进一步，等看哪天风和日丽，再刷个漆，涂个木蜡油，就大功告成了。小白，快来感受一下。到原来的铺的瓷砖也挺好的，我为啥还要改成木地板？有细心的粉丝发现我前面铺地板的时候还固定了四根柱子，做了个框架。今天我就接着这四根柱子搭个标架，不过你也可以叫到花匠先上材料，来准备个梯子，这个也算是高空作业，待会儿你就知道有多危险了。我发现自从我改造这个露台以来，总结出了很多笨办法，但特别好用。比如干之前先比划个大概，统一间距不一定又要用尺子，也可以用一个小木框。但今天这个横梁，按道理应该先把它放到上面，然后再一根根固定。但是那样我一个人不好操作，就先在下面把它整体完成，然后我再整个把它放上去。不过改造这件事儿，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很多时候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感觉这玩意越来越像一个梯子，没想到是这家伙还挺重，但我差点没翻车，滑了可不闹着玩的。迈着毛笔的步伐，小心翼翼地架了上去，总算舒了一口气，后面就难不倒我了。量一下距离，再计算一下间距，把这个横梁一根根倒腾上去，然后一一用螺丝固定。今天这个秋高气爽的天气真的很给力，这个天就应该坐在露台花园的摇椅上，喝着茶，抱着猫，撸着狗，那真是太惬意了。
如果早一点把露台收拾好，这个应该不难实现吧。我看抖音上很多人改造院子，让人羡慕得不得了，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有院子未免太难实现。但在城市有露台的人要有很多，所以我们不如搞个空中花园，一样拥有田园生活。迎着初冬的夕阳，吹着秋天的晚风，我又完成了一件大工程，一起铺地板、砌花池，这个算是很简单的了，但是很出效果，立马让整个露台有了层次感。这个葡萄架的成本是80块钱，要是请别人做，怎么着你也得上2000了吧。哎呀，我真是觉得我太棒了，足不出户就赚了1000多块钱。小白，我爱你，快跟我一起嗨起来。刚好这个露台北面有一个凸出去的空间，这个位置做一个水井再合适不过了。其实这个流水墙几位全已经做好了，前面我只不过是一直没有贴瓷砖，今天干脆就把整个做的过程给大家看一下。我是砌了一个流水墙，搭配一个水池，这样夏天的时候还可以养几条鱼，也挺有意思的。但是砌好之后一直没有确定上面到底是贴瓷砖还是贴流水池，因为要考虑到承重嘛，所以说一直搁置到现在。但是我一看现在天气再不贴的话就要冬天了，再不干就只能到明年了，抓紧时间吧。前面买了那个仿石材的瓷砖，我先用它贴了一个小水池，发现瓷砖还是没有石材的那种质感。考虑到承重，最终还是选了一块最薄的流水石，颜色还是选了咖啡色的。上一次贴水槽的时候，大家说我不应该用水泥，这次我买来了专用的瓷砖胶。这种看上去参差不齐、凹凸不平的流水石，给人的感觉更贴近自然。贴着贴着，我感觉有点翻车。贴完清理干净时效果真的很惊艳，打开流水瀑布简直太棒了，整个露台花园瞬间灵动起来，水池里面如果再养几条鱼肯定又有另一番情趣，可惜这么好的景致只能明年再欣赏啦。Hello， 大家好，今天外面下雨什么都干不成，所以说我准备把阵地转移到室内。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架子没有，它是原来房主留下来的一个博古架，一直被我用来放各种工具，但是现在和家里面装修风格已经完全不搭了，我准备把它改造成露台上的一个吧台。来开始，
去年冬天的时候呢，我把花园里的花花草草那些不太容易过冬的花做下了一个简单的防护，然后呢现在开春了，打开让我们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顺利过冬。这个下面盖的是个月季，然后去年因为种的月季比较多，来现在打开看一下，哎，好像没有死，但是叶子其实看上去绿的，其实是已经干了的，叶子已经干了。这边这个下面很明显是活着呢，杆子还是绿的，但是像这种没有盖的这种彻底不行了。来，让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藤本月季，哎，感觉效果还不错，要比那个灌木月季感觉有生机。你们俩干嘛呢？快过来一块看一看，这两边这个黑袋子包的全都是棒棒糖月季。现在让我们拆开一下，看一下里面究竟怎么样。包了两层袋子，一层毛毡，那也不一定能抵挡住像20-30度的地方。来看一下这个，哎呀，完蛋了，彻底枯竭了，枝子都干掉了。在新疆这种动不动-10度的地方种了花，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接下来赶快需要进行的就是清理工作，把这些枯枝干叶都收拾干净，迎接春天的到来。别看现在花园一片混乱，但其实下面已经有生机在萌发，用不了一个月的时间就会恢复到去年的繁花似锦，相信比去年会更漂亮。但是新疆的春天特别奇怪，很多植物没有想到熬过了冬天，却死在了春天的大雪里。小白也过来，我血压又上了。香雪球，不过正在我忙着种种子的时候，这个小猫咪小坏猫在那咬我插的标签。你这什么表情？不服吗？打你啊！好了，终于播种完了，大概有20个品种吧。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静待发芽，两个收藏。
果你问我最喜欢什么树，枫树肯定是首选。从小我就对枫树印象特别，记得那个小学时候有篇课文叫《香山红叶》，作者是谁大家还记不记得？小时候还有一种贺卡，就是那种里面是蝴蝶标本做的，但是里面总会有几片枫叶做造型。当时没见过这种树，就觉得满树的红叶相当壮观。后来又读到杜牧的那句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对枫树就更加情有独钟了。所以我的露台连苹果树都给了一席之地，怎么能少得了一棵红枫呢？就是我选的这棵枫树造型不太好，后面肯定要好好修剪一下，因为枫树要有那种很飘逸灵动的造型。可以想象一下，微风吹过枫叶，树影婆娑，光影斑驳，是不是充满了诗情画意？话说回来，这棵树是我半个月前种下的，现在已经长出叶子了。当时这下面种了几棵爬藤月季，为了方便它们攀爬，所以做了一个密度有点高的围栏。当时看整体还可以，现在再回过来都看，觉得密度有点高，因为经过了冬天的一场大风，现在被吹得七零八散的。所以如果大家所在的地区风比较大，还是建议做的比较牢固一点，毕竟安全最重要，尤其楼顶风更大，更要注意。现在怎么办呢？吹成这个样子，干脆重新弄吧。哎，我这一天天的真的给自己找活干。不过如果喜欢一件事，也不怕折腾和麻烦。这次我降低了栏杆的密度，把风阻降到了最低，这样有风的时候它能减少兜风。横杆减少了以后，围栏看上去不像去年那么美观，但是过段时间等月季发出来以后，爬满这个栏杆就会变得丰满。期待今年它能变成一面美丽的花墙。修护那边被风吹倒的围栏嘛，然后很多人就担心会不会不结实。其实我用的材料全都是店家按照最标准的施工材料给我推荐的。这三根木桩是5×5的，是做围栏最粗的木桩了，再粗就没办法安装了。用的是钻尾螺丝固定的，然后每个木桩我又缠了几圈铁丝，进行了双重加固，结实和牢固应该不成问题，剩下就是美观性了。横着的细木条是北面的围栏降低密度省下来的，然后我又买了一些宽的木板，让这样互相搭配着，也看上去不那么单调。这面休闲区是个正方形，上面是去年搭的一个凉亭。我在纠结到底下面是统一用成这种横的木板，还是做成网格状的。思来想去，还是用横着的，这样统一性会比较强一点。别看这两面小小的围栏，我来来回回干了快将近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时间每天就抽时间下班时间干一点，但我觉得保持这种节奏还挺好的，把它当成一种属于自己的解压方式吧。所以后台很多人留言说，我怎么一直在改造露台，不是去年在改吗？难道是拆了又在改？其实是一直按照原计划进行的，所有的任务都是不同的，剩下就是给围栏刷木油了。刷完木油肯定会收获一个漂亮的休闲区，这就是我的节奏。虽然干得有点慢，但从没有放弃，保持一个不浮躁的心，为自己喜欢的事情慢慢坚持。不为拍视频做改造，改造也不是为了拍视频。
Thank you.